实际上我们可能跟他们也帮不到他们什么，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活动中可以给到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了。希望之所早在今年一月就和拉曼大学学院和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在全国各地筹办一连串的绢画活动，短短七个月呢就募得高达20,800令吉的假发制作费，还筹获了8677束的长发，超过千人参与的绢画活动更获得了大马纪录大全颁发千人绢画证书。我们经常认为文字工作者